别把 Milk 的 T 恤改造过？有有有，今天怎么讲？因为其实现在比较喜欢穿西装，最近，所以我就做了一点不一样的改造，就是我有把领口这边，就我领口把它剪掉了，然后呢，我把它做一个三边式的，就有红三角。今天来这边，然后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改变，所以就是今天这个头发我统称是一种欧美范儿，就是梳的比较高一点，然后也是想让大家回味已久，然后可以看清楚李威峰的脸这样子。那新专辑要带给大家？新专辑这个部分可能要问一下公司哦，可能要问一下公司，因为我自己是一直都很希望赶快有新的音乐作品跟大家见面，只是前阵子刚从上海回来，然后真的跟朋友说声抱歉，因为专辑筹备的进度其实蛮慢的，然后接下来可能在明年会有写真集，因为本来今年要拍全裸吗？啊？全裸吗？我觉得我们会征询大家的意见。尺度啊，你可以救我。尺度，我想想看，应该我们一定会露的，可能大部分就露颈部以上。是露点还是露毛的？露什么？露点还是露毛的？这问题可以问吗？可以呀、啊。哦，露点还是露毛，是不是？我想想看，哎，应该两个都会。哇。应该两个都会，我们会露，譬如说。鼻毛吗？鼻毛。哎，你们懂哎，鼻毛，对不对？鼻毛还有腿毛这样子，好不好？